次哦，二啊四加二啊四百的。四啊八。唔免让你开四啊八，三啊八，三啊五拢做，免先给钱三百块。来三百。三百。有人要食这个月亮虾饼的无？三百块就好了。没什么。月亮虾饼，一包拢两袋哦，这两包就四袋哦。三百有人要来无？三百。来三百。我来讲话，恁若要三包，我加一包送你，无要紧。这全部三包，总共六袋哦，恁啊。客栋的讲，这那个做只新给钱的拢没有了，我再加一包哩。四包八袋，差不多。新给钱的五百收起来三包。来三包啊！一包够哩，三包。来一个。再一个，我这样给四包都要吃哦，八袋哦，你啊，拢下啊。对的。哎，一个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阿姊，阿姊啊。伊我咧画这个月亮下面，伊带伊的线吼，啊，你的衫同款。我今日一包，我阁特别送予你，我阁加一包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今日衫这穿同款，我阁加一包予你，五包予你，五包哦，四个人过了，三百啦。三百啊！啊，这老妹啊，三百块。月亮下面，三百个老妹来无？你去车顶去，三百个老妹来无？哎，三百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哈、哦。后来是你来摆的，无好摆哦。我摆了，我来听啊。大卡拢无啊，我先叫伊先动下，等下有诶，搁想办法。好。过来，你买啥物？要食啥？你来讲啊。想要那个蛤蟆。蛤蟆我来付啊。蛤蟆我来付。蛤蟆袂难过。难过有。应该有啊。蛤蟆。我咧摕几包起来，你话你毋好去抢我，摕几包起来。你去了，我带两位货。蛤蟆上面来，蛤蟆煮蛋粿，蛤蟆炒菜煮。蛤蟆要吃，卖五包，卖四包。蛤蟆要吃啦，一包我了。来摆哦，来吃两个，来吃了。最终是一包好了。好。三个。来蛤蟆一包。蛤蟆了，咩啊？无一包好。哎，一摆啊。来两个，两黑两包。没得了，啊 ，OK，OK， 讲完了，我喺冰汤鱼，好贵啊，好贵啊，冰汤鱼，一包了咩啊，好啦，很贵啊，很贵啊，哦，很贵啊，很贵，真好贵，一包肉咩啊，有啊，吼，可以炒出去，来个来咩啊？贡丸上面啊，贡丸来几只？贡丸要吃卖五包卖四包啦，一个人哦，要两包吃看嘛，两包了。来两包，两个，两个，两个啊！我带过，我先去买一个。来边一个啊！要两包。好，可以先过了。OK， 你要三百哦。OK， 两个啊。两包。啊，对，没错，不好意思哈。再见。拢有啊吗？有，有都可以两包啊，边啊可以，啊个无，情况是，啊这情况收起来，做甲你吃，然后送，但系啦情况无搞错，两包。过两尾啊，过完今全部结束啊。过两尾要一百块起价，好买一百块也可以买。哎，一百啊，来只。最后两个一百块，两尾吃无？一百。OK。拢有啊吗？你要黑银几个？黑银这一包一公斤，放下无一公斤退钱，这大粒我你看，两包了。第一排做生意的第一排，也是啊，那三大厅拢我给一包，两个人一公斤先给钱五百，四百了。来四百一个，最后一包四百块，这我最好送的了，四百。你价位了，卖讲咱一十倍你卖黑银，我不要人家讲我你卖黑银呀，四百了。最后一包上面四包。四百哦，最后一包两百了，买一半包，另外你挂两百块，有人要公鸡无？两包，两包啊。公鸡，赶紧，有啊，收起。到顶七七嘞，恁暂时卖阁买物件。今仔日来只，我请恁食番薯。物件若无好食，我绝对唔请恁食。啊，我来讲。我予恁食到即世人上好食的番薯，即当然你会当挂皮食，你会当吼甲皮扳条食。来，要我请啊，手拿者，一只可以食落来，拢莫歹势哦。我今一工食两条，来，要我送来，可以食，莫歹势，可以食，你食可以食，无要紧，挂皮落去食，要剥皮嘛无要紧。来，
卖拍摄，好食就是好食，不好食我要请恁吃，吃看完。你要白皮吗？啊，你啊去边啊洗手就好啦啊。吃吃啊，去洗手啊，煮啊水啊，啥物都吃。你讲好食就好食，不好食我要请恁吃。你那白皮敢吃啦？哎，马丁马丁，你皮啊白掉了，你都恁吃。够要吃无？有吧？你今仔我带几个去，吃看嘛。真正好食啦，我袂甲恁好笑啦，来啊！好吧，阿伯阿点滴滴啊！够人要吃无？够人要吃无？你若吃嘞，八皮吃伤甜无？你若挂皮落去吃袂甜啊！啊，这滴滴要吃，来！够人要吃无？最后一条有人要来无？哎，其他我看，最后一条啥要吃？小朋友要无？这条吃吃好吃的物件，吃吃做好物件，你是，哎呀，好物件啊！啊，番薯起来我好，你吃了感觉好吃无？你若无好吃，吃无完的幸运。哎，那歹势来吃。你感觉无好吃的幸运？好吃无？啊，这讲真的好吃无？伊这番薯哦，天然的哦，这都用，这都下日领导领导寄来就使吃啊，这一公斤哦。我看我请侪人吃啊，一公斤啊，一包卖500，唔免400啊。新价钱，我若卖200一公斤，你也买无？你去西门去全家看，用烘的称，照称的哦。新价钱150了，来150啊！有人要食冰糕地瓜无？真正好吃，这退冰就使吃啊，150。啊，这也吃啊，冰冰搁愈好吃啊！我一个伫遐退冰哦，冰冰搁愈好吃啊，150了。150了。好吃无？恁家讲，150了。150两包啊 ，OK。你若伤甜哦，我第一个吃嘛，感觉伤甜，啊，伤甜了，我怎啊挂皮了吃，落啊袂甜啊。100够要来无？最后四包尔，吃看卖。来吃。有一包哦。哎 ，OK 哦。哦，你有记后边哦。番薯你唔好掉哦，你啊是上珍贵哦。来吃。一掉就是贵，那是弄也是烂的哦。最后三包150都买来。哎，150。够要来无？好，剩三包尔，买当个真正都好吃。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。啊，谢谢，我下车了。要吃啊，搁讲了。上下桌点咸鱼啊。咸鱼要吃卖500，卖400，300了。拢好咸鱼。啊，煎的、烘的、炊的拢好，煎的啦、烘的拢好吃。300俩，300。来300啊！来300。有人要煎咸鱼的无？300。无啊，我真正无啊，我无来。哎，搁有啊，啊，搁一箱，搁一箱。料鱼我发一个，料鱼，嘿，一箱料鱼的，料鱼我发一个。来，我讲你买300，我搁一袋。三个人加，我搁加一袋。全部三个了，500、400变300，上面来300。来300啊！来300。有人要吃咸鱼的无？300。三百，分两个。你要两分 ，OK。有你过哦，阿叔准备去后边，这我来试下会，试我下会。新龙沙拉，700来300。最后一个300上面啊。300。你怎么煎啊？这真正好吃啊！来啊，你无买买100吃看卖啊，150啊。150啊。有没100哦？六分。来几个啊？伊也是600。哎，600。找400嘛，哎，找400。最后一个100规箱拢我里没有了，150。吃起来150够买来无？150。最后一个150算咩啊？150。拢有啊。好，过来买买啥？还有鸡肉卷吗？鸡肉卷，规箱对个，整箱都给你 OK 吗？伊内底无几条。没有带冰箱来。哦。没关系，你早点去等。啊，我去高雄。高雄啊，旗山的啊。啊，你，旗山外底有一个动物园啊，啥物遐嘛著名呢？敢是？哦，遐有一个动物园，我记我早起带囡仔去，遐毋知50块、80块尔。哦，啊，遐真正遐好耍，遐真正，我看我带阮囡仔去欢喜到，毋知50啊、80门票啦，俗俗啊尔，啊，内底真趣味啊，动物园啊。啥物食鸡腿卷呢？300、500变200块了。OK。对个。有你这，有阿志给收的，阿志给我美女。哦，鸡腿准备吃，我共200了。来200啊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，吃看嘛，真正好吃，200块尔。要不要吃？来两个啊！够要吃鸡腿准备？3个啊！5条、7条、9条、10条，200了。200。阿志你要来200还有要吃吗？3个啊！4、5、6、7、8，来90、200了。这给你讲讲，真正上好食啊！真的。那美女，你今天怎么都不吃爽？过来吃啥嘞？不吃爽要跟我说嘞啊！你最支持我的了啊，美女。够买来无？200。够人要买100的无？呀，一百。准备够买100，我去。
小家庭啊，我们买一百，买一百的，听到了，一百够不来不？吃看卖，先看卖，拢听到不对啦，物件拢好食，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哈，好啦。好，快点，后面坐坐。哦，你寄过来，好了吗？好了，来寄一箱，先给送，送给人家欢喜就。看回去可以。马进，来边我送个野手咯。果农的上好，果农牛奶，果农的牛奶，果农龟。这哦，尊贵，照一个话，照一个，尊贵了，这个甲倒过来，啊看，剩落就开啊。但这巧克力也要我送个手也成，举手就好。野手落来，这个送我同个用啊，来野手我送。举手就好了，我都可以，妹妹，我都可以，你看好不好？啊，你只高水钓我来送你啊，来妹妹来，来这款送你，这好多的来，对吧？来送你，来对吧？一支来，送我你，来换一瓶，上面送个野手落，举手就好，果农牛奶，来，也是三罐就叫这个，也喜欢，我爱也喜欢了，不紧啦，哎，好物件，你是好东西，好东西啊，你买那么多了，你是，啊，多一个。你记得我送你好嗎？嗯，囡仔我一定要送你，三罐啦，来一罐，送无送平？啊，这个囡仔我送你好不？你这一罐送你，好谢谢。过来买啊，什么？过来，萝卜糕，萝卜糕，春水堂，水饺我，哎，我水饺可以点，可以开心。